冬季走红毯，对于女艺人来讲，可以说是相当拼命了。无论是穿长裙、短裙，还是裸脚的高跟鞋，在瑟瑟的寒风中，都是相当大的挑战。这不，近日在时尚先生盛典的红毯现场，光腿的女明星们一个劲儿的直呼太冷了啊。对，我好久没有回北京了，觉得太冷了，好冷。瞧瞧，看着都冷啊。往年还会偷偷塞秋裤的耿直狗杨幂，今年光腿上阵也是相当强悍了。造型师早前就因为多次借过季衣服给大幂幂穿，导致粉丝频频不满。活动当天北京气温骤降，而杨幂身穿性感抹胸裙，上露香肩下露腿，如此单薄造型令粉丝心疼不已，再度开撕造型师。看来这场粉丝与造型师的恶战是绵绵不休了。